我要买一个购物袋。好，一个购物袋。我是要购物袋呢，不是垃圾袋呢。是的，这是垃圾袋，也是购物袋，我不会说谎的。真的吗？我只会被骗一次哦。我怎么会骗你？它可以一袋两用，它可以装东西啊，还可以丢上垃圾车。而且两个袋子加起来要7块钱呢，二次袋只要5块钱。不错哦，你很会精打细算呢。那当然，这一定要的啦。环保二次袋，这里都买得到。环保二次袋，一袋两用，超划算。哦，哎，佩奇怎么在这里？